宝剑娥开票趴演唱会来啦！11月24日晚上6点，台北美丽华五楼试段19吧。详细资讯在影片最后面。欢迎收看《老鹅秀》第4集。大选倒数一周，比赛逐渐进入了白热化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为民喉舌，首先要有好喉咙。这年头出来选公职，不会瑞普跟老哥都不敢跟人家说自己是候选人。老鹅艺人小组经过一周的投票讨论后，公布这届政客金麦奖第四名，丁守中竞选主题曲。台北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我手中，他为你守候，他为你守梦，他是台北的未来丁守中。请问这是六次元嘻哈搭配七次元的瑞普吗？不要为我守候，为我守梦，我都快守不住我的耳膜震动了。如果尴尬是种病，我想我已毒发身亡。整首歌里的部分就是念你自己的名字。我是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。勇气也是评分的标准，就送给你第四名吧。第三名，柯文哲拱狼。哎，我的心内感觉人生的震动，不敢来震动。我不好听，不是歹人。在歌唱中完全改编了歌曲，不但有你的路，有你的梦，还有你自己诠释歌曲的方式。这表情就像你准备了拱计回逃，结果放拱狼的音乐一样。找不到的不只是大巨蛋解决方法，还有下歌的点。你说当一个阿北容易吗？但看在颜社的份上，老鹅还是给你第三名。怪怪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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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怪的。不如我们结束在此刻，重新开始活着。名姚文智，没错，姚姚在这里不是注定的第三名，凭着一首挪威的森林挤上了第二名。市长1124就能解脱了，瑶瑶就是瑶瑶。为什么我爱瑶瑶？因为她是认真的，想知道自己是否完美无瑕，也是真正把灵魂灌输在这首歌曲里面。不管外面的声音与注目，我瑶就是要把这首歌啊完，我的森林我做主。第一名，吴鄂阳，毋庸置疑，吴鄂阳一开口惊呆2300万人，佛陀派来的天籁，蜂蜜柠檬给的神奇力量，让我们一起重复一遍，老师音乐下。阿放错惹事这段啦。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醉不罢休。你以为他要选的是台北市长，但他其实是花200万业配蜂蜜柠檬，比韩国瑜跟吴一鸣更强的农业救世主。果然罪恶歌手就是1号52阳，排名纯属娱乐，唱歌拉票有赚有赔，详阅公开说明书。老鹅免费赠送穿脑提神金嗓隽永歌曲，请收下连奶奶的好声音。11月24日晚上6点，台北美丽华五楼试段19吧，穷到发慌，憨直回头，缺点音，政治金曲现场热烈开唱，陪你度过紧张的开票之夜。老天鹅黑卡会员持卡到现场，送你啤酒、零食、软性饮料、40寸电视、24寸荧幕领衔的百项奖品。没黑卡的现场申办福利照拿，免报名、免参加费，快来与老天鹅一起同乐，大家鹅起来！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，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。